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发觉最近嗰啲暴走符啊，唔系好够用啦。咁我哋今日嚟啊，整几百粒呢个暴走符嚟玩下啦，睇下有冇好嘢啦。咁我哋首先啊，买够咁多材料先啦。好啦，咁材料啊准备完啦，吓咁啊可以整一百粒啦呢度吓，咁我哋整咗先啦，系啦，睇下有冇，诶一嚟话有呢个速度都系咁啦，算系啊呢、這个卖咗佢啦，还好啦呢粒。好废嘅。好、哦、又是废的。这粒虽然五星好像都不错喎，速睇明。这个有睇有明但是没有速，虽然传说但好像。卖定是留呢？没有速都是卖了它又五星。啊、有爆率的爆伤，虽然冇速流啦、啊、反正冇乜负用。呢、這个话固定体力又冇速，直接买啊呢啲。呢个都买啦。有命有速五星可以留一留嘅。呢、這个买啦呢啲。有速都留一下噶啦，正路。正路有速都可以留一留。哇，呢、這个固定攻击力啊太差啦！呢啲固定值通常都买啊，除非六星有速而且比较高啦。防御力爆率都可以留一留。嗰啲六星嘅 percent 数二四六位唔系好够，哇！呢、這个有速有爆率有爆伤、啊，都可以留。虽然五星攻击力啊，呢、這个卖咧五星符二四六五星符，如果冇速嘅话都唔冇用噶啦。喂、哎，呢粒有速有睇，好似都唔错，虽然五星留住先。喂、哎，又嚟一粒、哦，但系冇速争啲，留住先啦。有爆率，有爆伤，又哇呢粒有速有睇都唔错。喂，听到呢个声，哇，六星传说，睇下，哇，有速，得个速，还好啦，有速都唔错啦，啊，叫做六星传说符有速。喂，有一粒速体命，但系五星争啲，有速传说五星，但系，唉、哎，还好啦。留住先，呢粒体 percent 有抵抗，但系冇速，防趴都喺嗰个锁咗喺附属。唉、哎，有速有睇有抗，但系五星都可以嘅，留住先。
好啦，咁啊嚟到呢度，我哋就整晒100粒嘅呢个步骤啦。咁啊得出咗一粒嘅传说六星符嘅啫。咁啊感觉上结果都唔系太过满意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嚟整多100粒啦，睇下今次有冇好嘢啦。我一嚟即刻传说，哇，速符有命中，有防御，有抵抗，都唔错啊！呢副呢粒。哎，呢粒有速有爆都可以留嘅，六星呢个有速有爆照留啦。哎，又一粒六星传说，防御力%，有速有命中，哎，都唔错喎，好似。虽然啲数值唔系好高，但系都唔错。呢粒系锁速啊，呢粒争少少，有命中抵抗，麻麻地。五星有速，有爆率，有体力，有命中，可以俾啲。体力嘅嘢啦，例如我有隻火针可以俾佢用下嘅，如果有需要啊，虽然五星。哎，这个声又是六星传说，看看啦。有速体有命，速体命功都有，都不错这个。哎，这个有速。命防都还好，但是五星可惜。喂，这个声又是六星传说，看看啦。防体功命啊，但是没速啊，不过可以拿来洗的。虽然啲数值没速，我始终觉得争啲咯，又没风龙骑主要。如果风龙骑可能都可以嘅，不过又冇矿，都系争啲。哎，又六星传说，睇下啦，爆率卡咗啊，又冇速啊，好废喎，好似。卡爆率都可以，睇下博速嗰啲都要洗啦。呢粒应该都啊，咁睇又冇速又冇爆率，唉。好啦，咁啊，整咗200粒符啦，咁我哋嚟睇一睇有啲咩符啦吓，咁啊，正路应该都系呢啲 leo 呢啲，应该都系新整，咁可能会有啲遗漏啦吓，咁可以睇翻之前嗰啲 repay 咧，咁啊，我哋就咁揿一揿啦，咁啊呢啲。嗰啲蓝色嗰啲就唔啦，我哋睇下嗰啲传说就算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条片嚟到呢度啦，咁系咁先啦，收工。